什么意思？这是你给我下的药，为什么？为了你的神脉，也为了龙山国。雪花落下，飘飘洒洒，所以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金秋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就是我想要你的神脉，汲取你的神力，借用你的神力去救我娘，还有龙山国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最好的朋友竟然联合我的心上人一起来骗我。金秋，不是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和我成亲真的只是为了我的血脉？